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乐迪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汪汪队立大功三轮车玩。莱德队长是驾驶员，莱德拉着毛毛，好开心呀。三轮车会发光，还有好听的音乐，还可以行驶旋转哦。这是一辆电动三轮车，车头可以左右旋转，控制车子的行驶方向，车轮会发出五颜六色的灯光，非常漂亮。快把三轮车拆出来吧，小朋友们，快来玩一玩，看一看。哒哒，这辆三轮车真漂亮啊！这是一辆黄色三轮车，车车有三个轮子，装上电池就可以玩咯。装三节五号电池，把电池装好，让莱德带着毛毛玩一玩，兜一兜风。装好了，打开开关。哦，有好听的汪队歌曲，还有灯光。调整方向，调整轮子，好，打开开关，出发喽。莱德带着毛毛玩得好开心呀。小朋友们喜欢这辆三轮车吗？我们跟着莱德队长一起去玩吧。打开开关，出发喽。莱德队长，你好，是乐迪，你好啊，你的三轮车真的好酷呀，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，欢迎你，乐迪，快点上来吧，谢谢你，莱德队长，不要客气。乐迪，坐好了。我们出发了，好诶，出发了。好吧。
棒的三轮车呀，行驶的好快呀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